秀珍，你真系估唔到，姓何嘅居然系个笨友嚟嘅。如果唔系你嚟到，都唔知道会出咩事添。哼，系你咋？如果系我，实高佢。算啦，就当系我一次教训啦。我唔想将呢件事传出去啊。小马，你应承我啦，好唔好？唔好将件事讲俾人知啊！我唔想俾人知道啊！好啦，咁你屋企人点算？屋企喺度等我自己嚟讲啦，但记住啊，千祈唔好讲出去啊吓。嗱，今晚啊，你俾车费啊。消气鬼！我咁做啊，系为咗使你永远记住今晚呢件事。知啦，衰鬼！喂，开紧车噶。真系唔见个鬼都唔怕啊！那个姓何噶，直情好似禽兽咁啊！如果唔系小马找到你，呢件事都唔知道会搞成点添噃。听起嚟真系够刺激，够紧张啊！英雄救美人啊，编电视剧都得啦。喂。直头有惊无险啦，小珍啊，好在你够运咋。如果唔系嗰个姓何嘅坐啱小马嘅 的士，小马点会酒店揾你啊？系啦，喺度做得好地地嘅，点解要去美国啫？如果唔系，你都唔使虚惊一场啦。嗱，各位大姑娘听住啊吓，人生教训啊，第日结识男朋友要谨慎啲啊吓。如果唔系，到头嚟蚀底系自己嘅啫。系咯，呢件事你哋千祈要同我保密啊吓！如果唔系传咗出去啊，我就冇面见人噶咯。得啦，好。啊，咁多位靓女，有咩新闻啊？吓，又关你事？你哋系公关部噶嘛，日日都有新闻噶啦。咁你又有咩新闻啊？嗰个农民。最近好似冇送翻嚟公关部咁啊！咁你系讲得啱啦，系我叫佢唔好送嘅。哦，点啊？绝交啊？唔系喎，听话咗啦。咩意思啊？以前我叫佢唔好送，佢又唔听我嘅，日日照送。依家我叫佢唔好送，咁佢咪唔送咯？咁你仲明？我唔明啊，咁就慢慢谂下啦。嚟，帮我食一盒肥猪肉去。喂，你食饱未啊？啊，走啦，你慢慢食啦吓。听话？咩意思啊？唔通嫌我？
啊？咁早成咩事啊？南丫早报嗰记者走咗啦吓，走咗啦，真系烦死人啦！快啲去换衫啦，游水啊最好个健美操啊！我有事啊，你快上嚟啊！咩事啫？我今日想请假。啊，想去陪阿赵波啊，咪去咯。咪讲笑啦，有几个单位咧准备联合搞次选举羊城青春美嘅活动，叫我参加佢哋嘅筹备。啊，你要开会，咁咪去咯。啊。诶，周小姐啊，你话咩选美话？全称叫做羊城青春美啊。唉，咁咪一样，又咪选美。周小姐，你去报名啦，包你入围啊！你咪讲笑啦，翻嚟咧。呢次活动究竟几时开始啊？好快嘅，不过有兴趣咩？哦，唔系，问下啫。你去啊。我咪话引进植物样品咪得咯。O K， 介绍俾你哋识啊，我朋友朱小姐 Linda。你哋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喂，咁多位小姐上班时间食嘢系嘛？你因为趁经理喺度乘机啊，嚟塞住你把嘴先啦。诶。乜咪咪小姐翻嚟啊？啊？咦？公关部又多咗个靓女喎、啊。佢唔系喺度做噶，我朋友啫嘛。哦。你好。你好。喂，咩你入嚟就眼金金咁望世人噶？我叫陈浩，系保安部主任。哦。朱小姐，梗系香港上嚟噶，系咪咧？嗯，翻嚟读书嘅，喺华侨补校。哦，得闲啊，上嚟酒店玩下啦，吓、啊。喂，大家见唔见到啊？陈浩有一件女仔啫，就眼都唔眨啊。诶，喂喂喂喂喂，我而家咧当众宣布，我追嘅第一个女仔咧就系、是、你，刘东小姐。我晕啊！喂，陈浩啊，而家有一个实力雄厚嘅人同你争过喎，你唔惊啊？我惊都未惊过啊，要我听话啫系嘛？诶，反正我啊识做系啦，系嘛？好啦，各位小姐，我啊要做嘢啦，啊失陪啦。听到啲人系好得意啊！而家我将情况向大家介绍下。共青团咧准备发起一个羊城青春美嘅活动，参加单位咧有新闻机构、群众团体同埋企业单位。呢个活动系得到各方支持嘅。另外，主办单位再次强调，呢次活动同香港举办嘅香港小姐啊嗰啲选美活动，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嘅选美活动咧，系有原则嘅区别嘅。它的主题是美化羊城、美化生活、美化青年。我们中华大酒店在这次选美活动中充当什么角色呢？我们争取将决赛安排在中华大酒店，我们赞助这次决赛。周小姐，你是不是肯定这次选美会得到社会支持呢？我这里有主办单位发起参加这次活动的文件。周小姐，你认为这次活动我哋酒店会得到咩好处咁吓？呢个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嘅实例，佢将系一次带有爆炸性嘅新闻。而家已经引起咗港澳以及外国好多新闻机构嘅注意。
到时会进行广泛报道嘅。呢个系宣传我哋酒店嘅好机会。就算系使好多钱做广告，都未必收到咁嘅效果。另一方面咧，嚟采访呢次活动嘅记者将近700多人，我哋向主办机构争取安排佢哋住喺我哋酒店。我哋客房部可以给予优惠嘅。各位仲有咩问题啊？呢次活动牵涉面好大，点样搞好对外宣传？请公关部同主办单位协调好嘅。咁好。我建议发动我哋酒店嘅员工参加报名。顺便问一下，在座诸位有边个想参加选美嘅？唔使望实我噶，呢次活动欢迎男士参加嘅，大家机会系均等嘅。哎呀唔怪之得叫做碰碰车啦。好啦好啦，唔俾谂咁多嘢吓。我警告你啊，今日净系准玩噶咋。好啦好啦，我哋去玩啲冇咁刺激嘅好唔好啊？喂，你睇嗰度。傻人啊，望呢度啊！喂，叫你望呢度啊，你有冇听见啫？哎，你瞓着觉都有嘅？喂，好舒服啊！你有冇搞错走嚟呢度瞓觉？咁先至系真正嘅乐趣啊！哎。你不信啊？你试下。试你死人头啊！试下啦，吓！琴晚睇书睇到天光，好攰啊！攰啊嘛，我同你清醒下。嚟，哎呀！喂，稳稳稳阵噶。你咁怕死噶？人哋细路仔都敢坐啊！你睇下，如果转到嗰度停咗电，咁点算啊？你讲埋晒啲唔等世嘅嘢啦，哎！你咪话我惊惊地噶吓，你真系衰嘅啫，唔多嘢讲嘅。坐啊！
喂，到啦！到啦！真系到啦！唔开噶啦，话唔开啦！咧，擘大眼啦，戴翻眼镜。点啊？啲云清醒晒啦啩？清醒啦！我都冇。嚟。攞啲嚟。嚟試下呢啲。你肯定未食過啫。嚟。你自己啊。得啦，唔夠。哎，咁幫我改。嚟，攞啲埋嚟。嗱，自助餐任食噶嚇，你食得幾多食幾多。你咧？夠啦，我唔食得幾多嘅啫。嚟，咁幫我改。嚟，我嚟。炒粉嚟嘅。哦，炒粉。嚟，食住。誒，坐低啦。呢啲就是你平时成日讲嘅广州生活方式啊？冇错啦，有咩收获啊？头晕眼花，腰酸骨痛。嗰啲系你嘅直接感受啊？请问你有冇观察到啊？有冇分析到啊？有冇啊？你有冇提问到啊？喂，傻人啊！几十蚊一餐自助餐，你走嚟食面包啊？呢餐嘢要几十蚊噶？系啊，两个人加埋啊，百几蚊噶啦。啊？我唔食啦，我走啦。喂，坐低。你日日日食嘅咩？半年都难得嚟一次，唔算得好过分啦。哼，两年嚟一次，我唔制啊。呢个就系价值观念问题啦。我问你啦，我哋今日玩咗一日啦，广州人有啲咩嘢精神状态啊？我唔知啊。咁。在东方乐园你看到什么东西？我看见个个都玩到发晒癫咁。那些叫心情舒畅啊！我再问你了，你有没有看见有人当街嗌交啊？有没有排长队买东西的？哦，那就没有。没了嘛。喂，你到底想跟我讲明什么问题啫？我带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东西，这是一个开放城市。我是说，说什么？我到底想跟你说什么呢？有东西你就说。赵波，你知不知道，其实我在广州过得很开心，我好中意广州。我都冇话广州唔好啊。哦，我知啦，原来你系想我调嚟广州，喺广州安家。突然之间聪明咗。喂，企身。K，
起身啊！做咩？伸个头过嚟啊！伸过嚟啊！做咩啫？注意下影响啊嘛！你呀、啊，真系蠢啊！奖赏你咋？嗱，讲定啦，我哋加案喺广州啊！咁我研究课题点算啊？呢度个科研条件冇北京咁好噶嘛？哦，你反悔啊？你个课题紧要定我紧要啊？哦，我就喺广州安家，我做候鸟得啦啩？对唔住啊，张小姐，我哋一齐饮杯嚟好嘛？我哋经理喺嗰边。我过过去，你等我一阵间，好，你去。你好。你好。啊，大姐姐。请坐。请坐。Remember, remember, container, container, number. Ah, 阿姨，嚟咋？喺里边。哦。几时嚟噶？乜睇下入晒神啦，俾人绑咗唔知道啊？点解咁得闲嘅？哦，赚够啦，咪早啲收档咯，陪你睇电影啊，票都买咗噶啦。唔得啊，我今晚要复习啊，真系唔去啦。喂，你唔系系嘛？使乜咁紧张啊？好咯，唔好啊。啊，正英啊，休翻晚再轻松下都唔怕啦。唔得啊！张小姐话俾我听，我有机会考培训生，如果考到咧，就有机会升级噶啦。唉，升唔升都冇所谓啦，又唔系靠你个工资食饭嘅。我边个都唔靠，我要靠我自己。唉，好啦好啦好啦，算我讲错系啦吓。不过你喺酒店就做咗成日噶咯，翻屋企死咪书，印住整坏身体啊。唉，就系我陪你出去轻松下啦，轻松。阿德，两年前我在水谷做嘢，是国家干部，又是铁饭碗嚟嘅。我点解要辞职？你唔系唔知嘅。为咗呢件事，我同屋企反咗面。当时你都好支持我噶。阿德，我好想改变一下自己嘅生活，我想证明一下自己嘅价值。我靠自己嘅本事考入大酒店，酒店竞争得好犀利。如果升唔到级，人哋就上噶啦。阿德，我而家仲要努力咁去拼搏，我想体现下自己嘅价值啊！你讲得啱嘅，我翻屋企先。阿德，我都有嘢同你讲。喂，你唔系唔正经啊嘛？我顶唔住噶。人哋同你讲正经事啊，而家赚咁多钱，唔休息唔休着。你快啲读下书啦！你唔系等我有咗沙子先嫁俾我嘛？你都知道我唔系嗰啲人噶啦。我想你充实一下自己，
人家为你好而已。晶晶啊，我们拍拖拍两年了，我有哪里不好啊？没偷没抢，我最守规矩的嘛。阿德啊，我不是说你那些意思啊，我又没说你不好，人家想你更好一点嘛。你慢慢想想，我们之间除了看电影、出去吃饭、去玩，几乎都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来来去去都是这样，你烦不烦的？你好烦啊，你嫌我配不起你是不是？好心不得好报，如果我嫌你，两年前我不理你了。现在是大酒店环境不同，大家竞争得很犀利，我要靠自己的本事去拼搏。你呢，赚了十几万元就什么事都不理，世界有多大你都不知道。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制的，只读书我真的不行的嘛。为什么呢？你都知道的，我这本书就眼瞓的了。你没毅力嘛，做什么啊？人家说几句嘛，张凳起钉啦。差不多开场了，我要退票啊。阿德啊，阿德，参加选美啦。咩话？参加选美啊，好有意思啊。你叫参加选美啊？晶晶啊，你不是痴线吗？不知道你痴线我痴线啊。嗱，这个是报名表格和有关要求。喂，真是礼真的？梗是真的，你参赛啦，那些准备工作等我帮你做。点啊？你话好唔好啊？我个大小姐啊，你叫我捉只老虎俾你我都制啊！只叫我亲嗰啲选美，我咁个样啊？点？你有冇搞错啊？你个样都唔曳啊！俾啲信心自己啦。加上呢次评选嘅标准唔系注重外形，而系注重社会知识、智力水平、易容仪表。你睇，嗱啲资料，其实。我想你学多啲嘢啫嘛，晶晶啊，人哋会当睇傻仔睇我噶。我唔怕，就算你出丑，起码知道丑喺边度啊嘛。晶晶啊，你真系一定要我去参加选美啊？嗯，冇得倾噶啦，志在参与啫嘛，有乜志在你攞名次？咁，我帮你报名啊。晶晶啊，我系个体户嚟噶咋。凡是广州市的青年都可以报名的。晶晶啊，你不要逼我，我不会参加的。阿德，阿德，阿德，你会后悔的。你仲喺度等佢做咩啫？走咗，我睇唔见嘅。你嚟迟咗啦。你的田螺冇放盐喎。哦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我换个电话帮你啊。好。最衰你噶啦，咁远都系要嚟依度，你睇下食出乜嘢样啊？
咦，田螺仔，点解喺度嘅？蒸蒸下就上课，唔好翻嚟上班啊！你做乜喺度等嘅？上课？系啊。上咩课？从呢个星期开始，逢星期二、四嘅下昼咧上天热课。点啊？佢冇话你知咩？佢呢份人。喂，你哋两个系咪有啲拗撬咁啊？哦，冇，冇，冇乜嘢。我先走先啊。慢慢食。嗯，哇，咁咸嘅，喂喂，烧仔，喂，乜咁搞法啦？你买盐唔使钱噶，你啊咸到啲嘢，诶，你食下试下。我啲田螺就唔咸噶，你食就食，唔食就算，俾翻钱你吓，走啊！最衰你噶啦，我都话唔嚟呢度食噶啦，系要嚟你睇下啦，又咸又要受气。快啲走吓，我要收档啦，快啲走。阿姨，嚟咋？晶晶喺边度啊？喺里边。哦。真系落嘅。我知道你實禮嘅，晶晶啊，我諗過幾日㗎啦，你講得啱嘅，不過我唔知點做喎，你教我至得㗎。阿德，要你參加選美啫嘛，又唔嗌你死，嚟啊，快啲坐。晶晶啊，好啦好啦，使乜咁紧张啫？嗱，呢个系羊城青春美大赛嘅报名表啊，你填啦。你想餐食烟都送噶吓，咁咪咯，系唔争服？你坐住。其实咧，如果唔食烟都送，唔知食咩送？咪咯。嗯？晶晶啊，你同田螺仔冇事啊嘛？你落班，佢点解唔嚟接你啊？我嗌佢唔好嚟接啫嘛。你咧？唉，咪扯埋我搭啦。我系关心你嘅咋。
喂，晶晶，系咪有第三者啊？如果系，唔怕讲啊，我哋帮你。啊？喂，小姐啊，你哋唔好嘈啦。我话俾你哋知啊，田螺仔啊，呢几日睇书都唔知几落力啊。系啊，从西边出嚟、啊，我哋阿晶晶啊，真系本事嘅啫。好啦，唔好笑佢啦。睇嚟晶晶呢次唔似系讲笑噶噃，晶晶啊，佢究竟准备考咩嘢啫吓？系啊，晶晶啊，讲嚟听下。讲啦，报名参加选美啊。吓？选美？选美？哇，真唔真啊？喂，咁多位靓女，有咩新闻啊？无可奉告。啊？哎，东东啊，我哋好多日都冇倾过偈咯噃，好地倾下咧，吓、啊？陈浩啊，你可唔可以接受一次爱情嘅考验？啊，你咪考咯。咁你系报名参加选美啊？点啊？咩啊？选美？如果选唔到，咁啊好冇面。如果真系选唔到啊，咁都冇得好讲啦。东东啊，而家系比较公平竞争机会你噃。我谂只要唔会系太落后嘅话，我哋大家都可以帮你讲下嘅。系啊，你哋话系咪啊？点啊，陈浩？够唔够胆接受挑战噶嘛？你讲啦。总之依家食饭时候冇咁多声气，好冇？食啦食啦食啦！食饭食饭食饭。喂，陈浩，嚟帮手食啲肥猪肉啊！嚟。哦，go。你的姓名、年龄、职业？我叫陈志德，24岁，职业个体户。你有咩特长呢？炒田螺。你最大的愿望是乜嘢？希望我的顾客吃得满意啲。你的理想又是什么呢？希望我的生活过得愉快一点。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
我听女朋友的。你平时读哪方面的书多一点呢？只要我看得懂的就读，我觉得应该充实自己。那谁帮你炒田螺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有什么好笑啊？我是不知道嘛。来来来来来啊，来来，等了很久了，来来随便啊，随便随便随便，不差你的啊，来来，不要了，来来来来喝啊，来试一下手势啊，来没所谓啊，来来来，静静啊，来吃田螺而已，什么搞那么复杂才行。哎，没所谓啦，怎么客气，今天我请客，来大家尽情地吃，因为我呢初赛落选嘛。落选都还这么开心？哎，没错啦，正因为落选才这么高兴嘛。你们不知道的，这次选美总难过考大学啊。没错，政治文化天文地理你冚唪唥都问，如果我真的有份参加决赛的话，不问得就怪了。真的，没骗你们啊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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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乜你对我咁冇信心噶？咁睇小我噶？喂，人哋想你参加啫嘛，你而家参加咗，咪知道自己因咩事落选咯？你话系咪？我请大家嚟就系为咗呢个啦。唔系庆祝你落选啊，而系你睇到自己嘅不足，揾到自己应该努力嘅方向。知我者。林晶晶也，嗱呢次咧就算下你，下次千祈唔好咁啊吓。哎，晶晶啊，你唔好再逼佢啦。老实讲啊，你炒田螺唔够佢炒得好啦。咁啊系啊，各有所长啊嘛。哎，田螺仔啊，嗱难得晶晶对你一片苦心吓，嚟饮剩嘅，嚟我饮先吓。嚟，晶晶。唔好意思。晶晶。唔好意思，分搞晒。你哋揾边个？就是找你咯。找我？没错，找你。你看怎样？外形和气质都不错，不过不知道他懂不懂演戏，试一下吧，他过来看看，有生活嘛。好啊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呢？陈志德同志啊，我哋喺选美初赛嘅时候咧见过你面。我系电视台嘅导演，呢位系制片主任啊。哦，电视台嘅？冇错啦。我哋咧就准备拍一部大型嘅电视剧，争一个角色。你想唔想去玩下啊？我？叫我拍电视？我有冇搞错啊？我唔得噶，我唔得噶，唔好搞。咩又唔得啊？得嘅。导演啊，系咪要佢试下镜头咁啊？冇错冇错。点啊？车就喺外边噶啦。我唔得噶，唔得。去啦。正正啊，你话点啊？系啦，唔使怕噶，去啦。小陈啊，唔怕噶。其他嗰啲角色咧，我哋都揾齐晒噶啦，就争个比较重要嘅角色。我哋好急噶，你试下先啦。如果得的话呢，具体的问题我们慢慢再谈。啊，是下去啦。那我档口怎样啊？有我在这嘛，怕什么啫？快点啦，是下去啦，去啦。去啦，怕什么啫？去啦。那我用件衫，你等阵先啊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现在这样就最啱的了。啊，行啦行啦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去啦，快点去啦。你们慢慢吃啊。喂，你哋喺度戆居居做咩啊？
嚟，田螺仔要做电视明星啦，我哋为晶晶干一杯。系，嚟啊，嚟啊，嚟，晶晶，晶晶你做咩啫？吓，唉，晶晶啊，田螺仔要做电视明星啊，佢都爱你噶嘛。系咯，你做咩啫？再讲啊，佢选唔选上都未定咧。咁咪系，唉，晶晶啊。姐姐，你听我讲啊，田螺仔个人咁老实，系唔会咁狠心噶。唔好喊啦，你哋知咩啊？田螺仔根本都唔识演戏嘅，